早在你的孩子谈恋爱之前，你已经在想象他结婚的那一天了。那我很高兴，我等到孙凯结婚的这一天。在一起将近八年的日子，好像很长，但其实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。每天我仍然能发现你的优点，发现我爱上你的理由。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，能够遇到一个很懂我、很照顾我的人。那有一天，非常兴奋地跑来跟我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非常喜欢一个女孩，我准备要跟她告白。”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看她心情都很好，面带微笑。我想，她一定是告白成功了。利用下方文字及表格解出答案，并请新郎孙凯将答案大声喊出来。哇操，这个太难了吧！几分 P 几分 J？ 我找 U， 然后呢？然后，然后 Nico。对，好。哇！他们今年在一起的纪念间最感动的画面。真的。跑步的时候有人跌倒了，然后我们家对方拿在一起玩车。不能欺负你，也不让你哭。你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会哄你开心。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爱你。立约人，孙凯。我真的好幸运能够遇见你，我们在好多事情上面都有默契，常常讲话的时候异口同声，做决定的时候也很少不同。我讲的烂梗也只有你会笑。常有人问我怎么能确定你就是那个对的人，我总是回答，因为当我想象自己老了的时候，陪在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。我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热爱生活，一起探索世界，一起互相扶持，一起慢慢变老。未来的人生还很长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爱你。今天我们要成为夫妻，从今天起就是一家人。未来的日子不论风雨，
我都会牵着你的手一起走。我爱你，最爱你的新郎孙凯。